点口白歌，感人传唱。那么，这物件对你来讲太幼稚了。爸爸，爸爸，拍子音准，有够搞的啦。王菲有时候跟人家聊天的时候也是不讲话的啊。爸爸，你若在天之灵，就保庇我陈梦贤，较紧过二十关哦。阿兄，阿爸未死啦。阿爸阿未死。爸爸，我真想你啦！看得到遥望天边，故乡的旧址，让我一生心凄迷，叫着爸爸你。你这是十几啊，泼来像我，我要擦一半，就算擦百世，甲你一条到金丝丝，看你后边搁敢不敢？爸爸，请你紧转来阮身边，好不？好不？哦，那么。老弟才拍背呢，阿爸，阿爸，自从你死到头，我是哭到规领衫拢湿，阿爸，阿妹拍麻将搁找无卡，阿爸，是我这个吼，上粉新嘴来穿好衫，阿爸。阿爸，自从哦你无伫个，来到这个红人榜，因家大家拢甲我欺负，尤其头前妹妹啊，迄四个评审老师，讲啥物我唱歌有够歹听，袂输咧吹高咧，观音观袂起哩，低音低袂落，啊，迄主持人嘛同款，迄三个，讲吼陈梦贤啊，你有梦上水啦，啊，若要过二十关哦。啊！你着想好死啦！哎呦，阿爸，你若在天之灵，着保庇我陈梦贤，较紧过二十关哦，阿爸，阿爸。阿兄，阿爸袂死啦！阿爸阿袂死，阿袂死，你来哭到遐伤心啦！爸爸出国倒转来，封隔离十四天。封隔离十四天，啊！你着哭到袂输爸爸死呀！啊，我爸爸呀！啊，你来生到这个天兵呐！
等啊，哎呀，这两个是怎么会凑一组啊？对啊，你也录到都会啊，梦想。啊，这条歌什么人教你唱的啊，婕妤？妈妈。妈妈给你教的哦。哦。啊，你迄字你即马敢看有？哦。你敢看有哦？嗯，六岁看得懂哦，他看得懂哦。啊，你跟哥哥演戏，迄个台词，伊给你教的吗？妈妈。妈妈教的。啊，你拢感觉安心嘛？你拢唔敢看伊哦？伊拢唔敢跟我讲话呢。你看，像即马讲的嘛是拢我咧定的，无要插潲我这小朋友。他看公的嘛，怎样爱看一边，无看看这边。有懂事，有懂事。好，我们来请老师做讲评。首先邀请的是雅文老师。当孟贤出来的时候，我就会发现说，这个孩子也淡定起，因为他太够大气。哦，恁咧做诶，迄种物件都无放在眼内，因为遮物件对来讲太幼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一想的是啥物？无恁遮大人是咧舞啥？啊，我好好唱歌，啊，恁咧舞者，啊，伊上牛的就是安那，伊口白念了真顺，无打紧，伊有法度对迄个拍爸爸啊，随落歌。好那个点，他最厉害的就是这个点，他的拍子音准有够高的啦。婕妤，你爱会记哩哦，我要去领导哦。好，啊，咱你才留电话给我嘿。好，啊，你比赛结束了后，你上思念，我这四个上思念什么人？曾耀武老师。哎呀，哎呀，不管要你去。那真多不可限量，不可限量哈。来，咱邀请这个许常德老师。婕妤，我问你一下啊，就是你这是讲台语啦？啊，你这中国无回来啊嘛，对不对啊？啊，这刚你这个回来，你有讲超级红榜上面会变熊仔？红衣啊，红衣啊，红衣啊，哦，啊，你厉害嘞，真正哎，你有坐过啊？对啊，对啊，红衣啊，真正无讲啊呢，吼。啊啊啊！这两当你有耳上面新歌无？爸爸，我输两滴。哦，超级继续，今天就唱给你听啦。哦，但我要听他解释一下哦。其实他跟那个孟贤哦，那个表演哦，不是是淡定不理他哦，不是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哦。就是有时候我们表演的话，有个人笑笑，有一个不笑，也是一种对比啊。是啊，对不对？就像王菲有时候跟人家聊天的时候，也就不讲话的啊。然后这就是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啊，这就是他的特色啊。